我妈妈20岁那年在广州认识了我爸，哎，她觉得这男的还不错，就问说：“建华，你多高？”我爸说：“现在高度1.73米。”可是结婚之后才发现，他只有1.70米。就这样，骗了我妈。转眼妈妈40多岁了，家里的爸爸头发掉的差不多了，看着当年结婚的照片，还是爸爸转了。20岁的我想爸爸娶亲，他说这方面要胆大细心，时常不经意的问，问我有没有女神，女朋友要带回家给妈妈看看漂不漂亮啊，别害怕，妈妈只是爱交朋友，你就当让她回忆当初青春的年华，而男朋友也带回家给爸爸看看漂不可靠啊，吃得饭聊聊天也不错啊，你就当吃上了一趟人生的教育课吧，爸爸啦爸爸爸爸，爸爸啦爸爸爸啦，是爸爸啦爸咿呀呜哇呜哇 1, 2, 3。 我住在唐人街楼上，装修破破烂烂，我怕配不上你，嫌我长得不好看，但是你说你就是喜欢像我这样，如果当年在船上他没有弹吉他，船翻了他没有跳进水里救我吗，谁给我一个家，女朋友要带回家给妈妈看看漂不漂亮啊，别害怕，妈妈只是爱交朋友，你就当让她回忆当初青春的年华，而男朋友也带回家给爸爸看看可不可靠啊，吃顿饭聊聊天也不错啊，你就当吃上了一趟人生的教育课吧。